没有，他没有在吝啬，没有在客气的。吉娜夏贤诺，今天吃什么？我是陈定东，吉娜夏贤诺。以前呢，在西马最常吃的就是福建面。听说西部有一家好吃的福建面，带你们去吃 ，Go！这一碗叫做福建面，福建面一般呢，我都是在西马才吃，就很多猪炸哎，猪炸感觉配什么都很好吃啊，我试试看。哇，这个酱油整个分布在这个面上面，酱油的香气都太香了。猪炸，这是猪炸，吃一下。嗯。没有那个油耗味，感觉非常的香。它的酱油味很香哎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好累哦，里面有一些肉跟菜啊。嗯，肉也是非常的嫩。这个菜啊，也是增加了整个面的口感。这一碗油油亮亮的，看了就感觉非常的有食欲。它的面呢、啊，你放在嘴巴里面，就是感觉嘴巴跟这个舌头把它夹断，非常的有嚼劲。我觉得啊，福建面就是要吃到你满嘴都是酱油啊，作为结束才是完美的，对吧？它配上这个猪炸，就是整个就是香，把这个整碗面的香气提升到一个 level。嗯。今天我是朋友介绍我来这边吃福建面，一般上我自己的家乡都比较少吃福建面，然后这个让我想起了我在西马的那段时间。我太难了。很香呀。怕油腻的人就可能不太喜欢吃，还算重口味的。所以福建面用的那个面到底是什么面，能不能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因为以前我在西马吃不到我们自己家乡的面，所以有时候就会吃福建面来代替，来怀念一下家乡的味道。这个还不错。而且它的那个猪油渣放的量不是少哎，它放很多哎，它没有在吝啬，没有在客气的。哇，聊天就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好吃，值得推荐。猪炸的。非常的酥脆，整个提升这个面的口感跟香味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哦。不喜欢我的影片也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也欢迎关注我的 IG 跟粉丝专页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为我写首歌。